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还有安排了我们小朋友的表演哦，哇，这是我们凤山中正国小附属幼儿园。哦，我们小朋友哈，今天很早就来，然后在这边练习，希望给我们叔叔、伯伯、阿姨、姐姐、哥哥们的一个最棒的表演哦。那我们小朋友告诉大家，你们是什么班？白兔班。他们是白兔班哈。那我们在整队的时候告诉大家，小白兔最喜欢吃什么？喜欢吃红萝卜，所以我们呢都要吃营养、吃健康，快快乐乐的长大，好不好？好，那大家给我们小朋友拍拍手，来欢迎我们的表演哦！啊，首先要介绍
就是我们卫生福利部长期照顾司司长祝进芳司长，谢谢司长，以及国家发展委员会国土区域领导发展处彭少国处长，谢谢。小朋友华人高雄市私立翠文书院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黄碧峰董事长，刚下长指定，以及我们的基慈会执行长，谢谢啊，谢谢执行长，谢谢。咱在场老家在议员吼，大家会感谢，包括张汉中议员，谢谢。刘德林议员，欢迎欢迎欢迎。郑安利议员，谢谢。陈佩文议员，欢迎欢迎。以及黄杰议员，谢谢。我们现场看到林志宏议员的服务团队，杨强，还有钟运仲议员的服务团队，谢谢。侯燕珍议员的服务团队，欢迎。我们还看到许志杰立委服务团队，谢谢谢谢。那当然了，我们今天很开心哦，看到我们的大家长亲边亲自来主持，掌声欢迎我们的陈其迈市长，谢谢市长，以及我们的副市长林清荣副市长，还有公务局黄荣庆代理局长，谢谢。卫生局黄志忠局长，社会局叶新雅副局长，谢谢。以及民政局陈明秀副局长，谢谢。社会局吴文静主秘，欢迎吴主秘，谢谢。以及南凤山各位区长哈，施维明局长，高小坤你要不要？那这里你不好，那这里要不要？哈，那拖下再躲下哈，来带小弟弟，海光里六福子里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瑞文董事长，欢迎张总，以及呢我们赵建民建筑师事务所赵建民建筑师，谢谢。高雄市凤山社区大学李承安校长，刚才好不麻烦哈，啊各位那个这些贵宾我都一一介绍哈，啊还是欢迎大家，感谢大家，我们一并用最大的掌声来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以及媒体朋友，好不好？感谢各位，谢谢谢谢。我想根据今天的工程呢，我们特别亲自来做一个简报哦。我们邀请赵建民建筑师。市长、副市长，还有王委员处长，还有台中市长，还有市府团队的长官，各位媒体啊，各位贵宾，大家早。我其实做很多设计设计，那这样子我其实在我自己家做，我其实还蛮感动的，因为你想像一个家庭哈，他早上要送小孩子去幼稚园，然后要送爸爸去日照，这个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是这个案子集合了卫生局、社会局、民政局、教育局、公务局，为什么？因为民众的生活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各局处去分割啊，它必须要被整合起来，所以市长常讲说要做整合治理，所以这个案子在那个林清荣副市长的整合之下，又跨很多局处，在那个副市长的整合之下，很快的在新工处的协助下，很快就发包出去了。那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在这一个位置，就是大门口，然后望过去就是一个自强公园，很漂亮的绿地，所以我们等于是在一个绿地的一个社福的设施哈。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当然不希望一栋房子这样就挡在公园前面哈，所以我们整个设计上，如果从这一趟图来看，可以发现我们把大厅做的是透空的哈，我们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入口，也可以进到公园，或是公园
的这个上完部，你也可以进到这里来啊，看这里有什么活动在那边发生。那我们同时也创造了很多的露台花园的空间啊，像这里可以说，哦，这些花园空间会看得出来啊，这个都花园空间，或是人民坊这一边的一个花园哦，所以让每一个空间出来都是有绿意的，都看得到公园。哦，那这栋建筑盖了之后，也不会对社区产生压迫，因为彼此之间也有一个公园绿地在这里。那在一楼的部分，它有一个接送的车道进来之后，避免对外面的这个街道产生交通冲击。那进来这里有身心障碍的日间照护据点，还有幼儿园，幼儿园出去之后有一个自己的户外的一个活动花园。那这里有公共的托婴中心，那有西极巷弄的长照站。那在二楼的部分，一样上来这个大厅之后，这里有一个社区长照机构，那这里有两个露台花园可以对着这个公园，那这里是社区大学，这里也有一个自己的花园，那三楼也是社区长照机构，还有一个会议室，所以这样整个的一个整合式的一个设计，其实就是回应到我刚才讲的过去被各局处所分割的一个服务被整合在一起。那整个这个以后再宅老化其实是重要的事情啊，对老人家哦，他可以看到孙子比什么还重要，所以哦，你就可以透过这些整合式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服务哦，可以提供，我不一定要去照顾机构，我在这个社区，我在自己家里哦，都可以老化，这是大概整个一个设计的理念，很上的报告，谢谢。好，谢谢建筑师为我们做的一个工程的简报。媒体朋友们，还有所有现场来宾，也对我们的工程呢更多的了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贵宾呢到台前为我们致辞。首先介绍就是邀请的卫生福利部长期照护司住建方司长，请到台前为我们致辞，欢迎司长。陈市长，那还有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在做整合工作的林副市长，那还有我们今天关注有这么在地的这样一个创生计划的我们在地的民意代表的团队哈，那还有在地的里长，那还有我们国发会的彭处长，要没有他大力支持，这个案子其实也可能还在进行中哈。那在这边代表卫福部向高雄市这边特别致上最高的敬意。那陈市长真的在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候，在防疫的过程里面都是行动的哈，随时在推动监控这个进度。那这个案子创生计划，我想代表彭处长应该可以更分享说，它的速度真的是超英赶美哈，就是很多其他的计划或许在前面提哈，可是都还没有到这个已经发包出去的阶段。可是我们这个案子虽然时间比较晚提，可是现阶段已经做到，已经发包出去，可以来召开这样一个动土典礼。那在这边真的很感佩我们市府团队哈，真的是要跨局处一起努力，才有办法做出这样的一个成果。那在高雄市，因为确实加了整并之后，幅员非常的广大哈，又有海又有山啊，又有这个各种族群哈融合的一个大城市。那在这边长照的需求其实也是越来越高哈。那我们高雄市目前我们从长照基金每年哈，就像今年挹注到高雄市这边来提供给我们的长照需求的长辈，包括预防延缓的整体的应用长照基金的部分，目前今年已经接近44亿了哈。那整个这个经费其实都一直在成长啊。那可以成长，就是因为我们市府团队非常努力啊去推动，那把这些需要的民众给发掘出来，那让他们打造他们最适合他们的一个照顾服务计划，让他们可以有效来运用。那我们目前的涵盖率呢，整个长照的服务涵盖率也高于全国的平均值啊。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更期待，在高雄市我们看到的数据上面，就是使用外刊的家庭，过往可能有一个迷思，以为聘了外刊之后长照都被拒绝不可以使用，可是是不对的哈。那只有照顾服务的那个额度不能用，其他的都可以用。所以我们目前高雄市看到的数据，
对于使用外刊，全国使用外刊的家户以来使用长照，全国平均值已经达到了26%多了。那我们高雄这边落后了一些，在使用外刊的这个族群可以再多加一把劲啊，让这样的一个家户也感受到不是被政府给这个遗忘的哈，事实上是整个的一个服务。那我们对于外刊家庭其实有做了非常多的松绑哈，包括喘息服务已经不用再很空窗期哈，那这些那我们都是一直积极希望住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的我们的国民哈的长照需求，在使用长照上面都能够有达到渐变性跟可进性哈。那我想这个案子真的虽然是已经拿到我们最高核定的一个额度哈，大概就是接近1亿了哈，那可是我们知道物价一直上涨，所以高雄市其实自己也必须有非常高的一个自付额哈，来补进去哈，才有办法来顺利发包。那在这边再一次的代表卫福部感谢我们高雄市团队啊，这么积极在推动我们整个卫福部关注的这个老少共融的这样的场域的创设，也希望作为未来各县市政府能够来学习的一个场域。那预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副司长，谢谢委员会国土区域离岛发展处彭处长也到台前我们致辞，欢迎彭少国处长，谢谢。陈市长，林副市长，还有在座许许多多我们委员的办公室，还有我们各位的议员，李淼，打个招呼，打个呵。这一件计划哈，事实上推动上哈，就像陈如刚刚市长特别有提到的，后发先至，因为在整个凤山的地方创生计划里面哈，除了我们这个整合的社福的机构以外呢，同时也整合了我们文化局的这个活化黄埔新村的这个计划，那也有我们青年局的新媒体人才培育的计划，最终就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一个环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计划在我们地方创生工作会推动通过了以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市府的团队非常的努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工程已经发包在施作当中虽然是动土，但是我们看到刚刚早一点来看到工程已经在施作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也令人非常的感佩。这边也跟市长还有跟各位的市府的这个团队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后续在整个地方创生的这个工作，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打造一个类似像我们今天在我们凤山这个青营还有幼托能够整合在一起这样的环境，那么让我们的所有的不管是我们北漂要回来我们高雄工作，或是我们在地返乡留乡的年轻人，他不单是西瓜也有一个可以有日照照顾的地方，那年轻人他的小朋友也有一个很好的照顾的这个环境，那我们希望就是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全国在推动地方创生一个整合的典范。这边再次的非常的感佩市府的团队，也特别感谢市长大力的支持，就是陈如刚副市长讲的整体中央的补助大概是有一个上限，因为是有一个全国一致的这个补助这个原则，那市府这边相关的这些配合的经费也都很快的能够筹编进去，我相信在座的不管是市府的团队还有议员看到我们今天的成果，我们后续的地方创生还需要大家多多的支持，再次的感谢各位，敬祝各位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各位，谢谢。谢谢陈部长，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的大家长陈其迈市长，也到台前为我们致辞，欢迎市长。彭处长、朱市长，还有我们议会关心我们凤山建设，跟我们长辈朋友的几位我非常敬佩的议员，包括张安忠议员、刘德林议员、郑安利议员，
陈慧荣议员、黄杰议员啊，还有我们林志宏的议员的服务团队啊，以及我看到吴彦珍啊，还有钟义仲啊议员的服务团队啊，还有我们许志杰立委的服务处的主任啊，各位里长。各位我们市府啊，各位所有的同仁啊，各位乡亲啊，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我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中央包括我们卫福部还有国发会大力的支持能够让我们93期的日照及郭光仁社福中心能够今天顺利的动工。那大家都知道，蔡英文总统对于我们的长辈朋友其实非常的照顾，所以在我当时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在行政院院会我的旁边就是林万益政委，所以在16年的时候，我们就定了一个目标，希望每一个行政区域要有一个住宿型的机构，因为有一些比较状况比较需要我们照顾的这些长辈，需要住宿型的机构。那每一个国中学区要有一个这个日照中心，所以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没有钱，因为我们的人口结构老化，在高雄市来讲，我们现在的65岁以上的长辈大概有17%，三年后会增加到20%。凤山我们的人口有35.8万，那我们的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有56000人，占15.8%，需要长照服务的人有1.2万，这个是现阶段我们凤山人口快速的增加，那我们要照顾的这个结构人口老化，就人数会越来越多，那没有钱就是要想办法，所以真的要谢谢中央啊，因为我过去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工作占了一点比较小的年龄，那我就按图摸瓜啊，找国发会找这个我们这个长照师啊，那找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源啊，那按图摸瓜的结果啊，中央补助1亿，那对等我们要补助。经费要1亿，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全力的来照顾我们，从我们的小朋友到我们的长辈，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刘德林议员，我上任市长的应该是第一天，我到刘德林议员督促拜访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93期的童话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日照中心这个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其他的议员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几位也给我们很多的指教那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我们一个从化区不是说房子盖得漂亮然后所有的公共服务的功能什么都没有，那住在这里那怎么办呢？要送小孩去托育，要比如说到凤山的其他地方，那国中又到其他的地方，然后这个我们的长辈要日照又送到其他的地方，那一天早上花3个小时就在送这些长辈朋友到其他的地方，那谁说我时间拢抬了了？那第二个负担那么重，我们现在以前在我刚刚跟这个彭这个我们的处长他是我新进国小小文件师长助师长他是大我一届四维国小所以他们今天来当然是这个回到自己的家乡看看爸爸妈妈我们同样的我们的年轻人也一样，这个假如有以前小时候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养一个小孩，现在年纪大了，一个小孩20几岁、30几岁，一个人要养2个，那假如下面再生一个，那一个人要养3个，那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负担。所以我真的要特别感谢我们议会，我们的能够支持我们
带整个社福也好，社会安全网也好，对于我们从小朋友到我们的长辈，都在预算上给我们很大力的一个支持，而且超越这个党派，不管是民进党、国民党，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党派，大家对于我们市政建设社福预算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也要拜托我们后面哈，刚刚我看到很多里长哈，刚刚谢秀霞都站在椅子上面了哈，我们几位里长是不是给我们几位议员最热烈热情的掌声？好，谢谢议员，谢谢我们几位爸爸、洪杰议员，还有慧文哈、阿丽哈，还有汉中议员哈、当然最重要的我们的一开始在这个提出我们建议的刘德林议员哈、那。我相信今天我们的里长来到这边，这个来哈、看到我们中正里的、海光里的、还有这个叫碑西里啊、碑顶里哈、碑顶里哈、这三里附近，其他的里长哈、看得都流口水，A D D 哈一起用它拍照，盖好了以后，这些软体的服务，这个都要我们里长来提供最好的。所以我们是不是也给我们这些辛苦的里长掌声鼓励，谢谢他们。凤山的人口最多，所以在凤山做里长是最辛苦的里长，这个疫情的时候要这个老人送餐，那社区活动中心也要张罗我们这些长辈朋友，有时候老人送餐的时候要很忙很忙，那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家都要找里长，所以虽然很忙碌，但是大家都很快乐，因为我们的长辈朋友，我们盖了一个公园，本来是这个大家想说啊，公园你就盖了，就以后大家可以来这里散步多好，对不对？那大家想想看，只要这里只是盖了一个公园，那其他送小孩去哪里，什么其他的跑来跑去，你看这个公园根本就不能作为我们社区生活的东西，所以我们这边多功能的社福中心。从托育到我们的幼教，到我们的年轻人，刚刚我们这个地方创生的一些计划，到我们的日照，还有我们的社区大学，还有很多我要看稿子才看得懂。活动中心，还有活动中心，非盈利幼儿园，还有社区大学，刚刚讲的我们地方创生也有几，我们的年轻人的一些创业的基地都有，对。我相信我们今天动工不仅是在于一个社区跟社福中心的硬体的建设，它将会开启一个我们以人为本、以市民为中心的真正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共同家园。所以建筑物这些大楼非常的多，那我也相信说，希望说这里能够提供一个作为未来我们在凤山地区在推动全人的照顾的部分，提供一个最好的一个示范的一个基地。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我们林副市长，还有我们所属的同仁，这个局处那么多，提供的整合型的服务的内容跟刘德林议员报告，早就超乎你的想象，对不对？你要五毛我们给一块，那真的要拜托大家，那当然长期的我们几位的议员，也包括我们的黄杰议员、慧文议员、汉中还有安利，对于我们整个凤山地区的这些其实都非常非常，大家都非常的超越蓝绿，然后在这个议会上都给我们很多，在凤山的我们在筹招的时候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建议跟支持，我也要特别来表达感谢，是不是？我们后面还有几位，你得好，刚才都要继续去的啦，不是讲我讲去这间尔啦，咱就甲咱的计划我拢会甲大家开会来讲，这计划出来了吼，预算嘛拢按议会支持来的，所以拜托吼，咱一定要甲咱这议员拍好话的，好，感谢感谢，好，那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赵建明建筑师。有那么好的一个这个很多，把我们的梦想全部都装在里面，这个是要特别感谢，这个在设计上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再一次的感谢，虽然这个花了一亿，但是
我们市政花了1亿，中央也花了1亿啊，但是我想哦，我们都花得很爽，我觉得很值得。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市长，来，各位，我们要进行祈福祭拜，是请后方，那么这位拜拜朋友哈，大家可以在后方列队，谢谢。安利店这位来给咱参悟哈，咱来祈福祭拜一次，谢谢。感谢各位，请工作人员奉上清香。凤山日照社福多功能中心新建工程动土典礼，中华民国110年11月1日岁次辛丑年9月27日吉时，由主典者高雄市政府陈其迈市长率全体同仁暨上亿营造股份有限公司同仁代表，敬备清香九礼，诚心祈求工程圆满顺利，请上香一拜，再拜，三拜，请收香。来宾，请把清香往两旁传递给工作同仁。敬献礼，李宾生，请奉上鲜花。献花。献果。献篆。献爵。献帛。祭拜礼成，接下来请昌明道的贵宾往前方的动土区，邀请陈其迈市长、林清荣副市长。好，我们现场朋友这里还有，来，来摇枪哈，当属定，来当属定，来来。好，请董事长跟里长站在我们这个位置。朋友们，等一下呢，我们动土完之后会移到我们刚刚祭拜区那边给大家进行大合照。等一下我们动土完之后，可能要还要请大家就是移动个位置，我们要移到拜拜区那边，然后我们有手举牌，要请大家跟我们拍大合照，谢谢。来宾请取金锹。好，我们动土之前呢，我们先把金锹立在地上，我们先让媒体朋友们拍一张合照。阿公哈，凤山日照社福多功能中心打一画赞哦。凤山日照社福多功能中心赞。好的，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进行动土仪式，凤山日照社福多功能中心新建工程动土典礼，请动锹。第一锹，祝开工顺利，现场来宾请掌声鼓励。第二锹，祝市运昌隆。第三锹，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里程鸣炮。请来宾把金锹置于土堆上，请我们李宾生收回工程帽及手套，然后我们要请市长还有所有贵宾移驾到我们刚刚拜拜的地方。来，再后推一点吗？谢谢。来，媒体朋友们可以再后推一点吗？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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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凤山日照社福多功能中心哦，那画赞哦，来来，这边凤山日照社福多功能中心赞。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来宾看我们左手边这边的镜头，给他们一个正面哈。来来来，立定来，这位来，来给我们看清楚，看左手边的镜头，凤山日照社福多功能中心赞。右手边的镜头，各位右手边镜头，凤山日照社福多功能中心是。有没有媒体朋友们要补充画面？中间，中间吗？好，来看中间哦，来，凤山日照社福多功能中心是。还有没有补充画面的朋友 ？OK， 谢谢市长，谢谢所有贵宾，感谢大家收。